这个是这什么？这叫魔转菇。大型的红龟身上，它附着几只小龟，福禄寿喜，样样俱全。哦，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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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。阿贤在他乡遇见老乡，品尝祖籍地的炸五香。好，来来来，糯米来啊，糯米来了，糯米米开饭来。卤面配五香是福建漳州人每逢年节或婚寿喜庆时的古早食俗。广海还有这个米塞木啊，米塞木，所以这个是手工做的，是手工做的，纯手工做的，纯米，纯米的，没有换任何添加剂。祖父的故乡就是阿贤的原乡，祖父回不去了，阿贤帮他完成心愿。阿贤贪吃路线，星期日晚10点 ，S 座 AEC AECHD。